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欢迎回来议员的实况频道啦。之前呢，我在我的 YouTube 那边有放一个投票，就给大家选要玩牟利好呢，还是玩 GTA 好。结果大家的反应一致通过，就是 GTA 啦。OK，所以我们不能不回来玩这个 GTA，所以我就在 Play Store 那边就买了这个游戏来玩。讲真的，GTA 的游戏限制非常的广，他没有说指定讲你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东西，不应该做些什么东西，因为有些游戏太多规则了，太多限制，所以变得不好玩。所以我们今天来重返一下我们以前的经典游戏。哇哦，GTA 呢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好玩的游戏之一了。5 years on the East Coast. Oh，It's time to go home. 还要回家了，电话响。我们的主角就是卡尔啦。不过这个游戏呢，只有英文字幕咯，还有英文版本。它字幕其实有日文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特地标出一个中文的。哦，警察！我回家的途中遇到警察，我感觉好像很多人没有看前面跟那些故事剧情啊，所以我就把这些故事剧情就保留下来播给你们看咯。蹲下，趴下。OK，要抓我了。哇，这个警察整脸纹身呢，整脸纹身都可以做警察。I'll take that, Fernandez. I got嗯，some我不paperwork 是很了解外国人的标准。哦，他的钱，他的钱被拿了，有没有搞错？抢市民的钱？哇哦！忘记我们了吗？嗯，对，他上车。哦。哎呦，他丢掉我的卡德士了。这边其实是我家附近而已啊，转个弯就到我的家了。可是这个警察就突然在这个时候抓我走。嗯。他讲他已经。类似金盆洗手了，可是警察讲你永远都不会退出的，类似这样子的话了。哇，他那个语言用的不太好的语言呢、啊？你们会英文的话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你。哇，原来前面的剧情那么长呢！以前玩的时候完全不看剧情啊。哦，在我来这边。喂、哇，这么丢我下车，很莫名其妙的抓我来这里，然后丢我下车。Worst place in the world, Rolling Heights Baller Country. I ain't represented Grove Street in 5 years, but the ballers won't give a shit. 那离开这里5年了，现在回来这里。OK，我们正式的进入游戏啦！OK，上吊车，骑，选择这个啦，这个操控会比较容易一点。我身为一个地头老大，怎么可以骑那么下水的脚车？我们当然是要抢一辆漂亮一点的车啊，对呀、啊，没有一点漂亮的车可以抢嘛。我那个车烂都这样，哎，好歹我也是曾经是一个老大来的哦，有摩托有摩托，我要摩托，哇，这辆没有这辆，走，肥仔。喂，等一下，我撞到警察，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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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我家吧，那个 CG 的部分。等一下等一下，操控有点不太熟悉，一下子，我很快就上手了。喂喂，等等等，他那个按钮太小了啦，很难按啊。等一下，等，那按钮太小了，有点难操控。我这里是走错路了吧？我要回头。哇，好怀念啊，这个游戏。嗯，OK，我记得是走这里没有错。等一下，它的按钮太小了，很难按中。要过桥嘛，我都不记得了。等一下，看一下地图。地图呢？我要去我家的话，下桥。OK，所以我要下桥。走开那里，扑街！哎，我的星星不见去哦。这些黑帮他们很像有枪啊，我撞他们呢。哇，好玩哦！哎呦，飞掉，撞死他们，撞死他们！哦，有枪了，有枪了，现在。有钱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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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紧张啦，你们，他们不会射我的，对吗？喂，等等等，有枪了，有枪了，等一下，我下车拿。等一下啦，你们，哎呦，这样紧张做什么？这样紧张做什么这？哎呦，
送他们上西天，哇，好玩哦，好玩哦，爽啊！哎，还有一个跑啊，啊，这样很好啊，继续捡捡枪，钱呢？我、哦、还有一个在这里，要怎样射？哦，它自动瞄准的哦，很好，非常好。OK， 又拿到了一把枪，上车，很好，可以回家啦。哇，真是愉快的一天啊！等一下，我可以射左右。警察来了，警察在隔壁刚刚。OK， 回家喽，呜，下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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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Smoke， 哇，我们的老朋友，以前的动画，哇，好卡卡卡卡的感觉，一块块的，不生动，以前的动画。他捡到什么东西？哇，手指刚刚可以穿过照片，哇哦！哦，他回忆起以前的事情啊。哦。他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我搞不懂他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了，都没有去看他的剧情。以前我们只是打打杀杀、抢车、抢劫，还有干一炮，都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鬼。我前几天才看到一个视频，讲那个 Big Smoke 的那个配音员呢，是那个神盾局的局长。嗯。哦，还要找杀死我妈妈的凶手。嗯，诅咒啊。哦，有给我一单大生意做了。我们走吧。看什么？这个就是我妈妈，我的妈妈一啪，很像洗衣一样。来车了，来了，我们开车了。哇，好怀念啊。OK， 来到这里，我都忘记他的任务有什么东西哦。我有玩那个是手机版的，就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密码可以按咯。以前我们玩的时候，玩电脑啊，玩 PS2 版本的时候，就可以一直按密码嘛，无限子弹、无限金钱、无限生命。现在不能咯，手机没有得按，手机安装一个东西才可以啦。不过我不要安装啊，我怕会弄到我的手机中病毒啊，所以我就不要装咯。喂，不要吵架。要吵架。嗯，don't tell me shit. Fuck you, sweet. Oh shit, asshole. This is real fucked up. 所以这个朋友叫 Sweet, Big Smoke, 还有这个 Sweet. Things are going real bad. Let me show you what it is. Tony's buried over there. Little devil over there. It's big devil over there. Man, it's just crazy. Everybody blasts on food first, then ask questions second.嗯，我们来干一单大事情了，要杀人了。哇，这个骑脚车的任务。哦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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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帮，黑帮打斗。要骑脚踏车。上脚车。走，等一下，这个操控还是有点不顺手。我要跟着 Big Smoke， 不能超过他，我记得。可是我骑的比他快呀、啊。等一下，要怎样射他？不能啊。可以这样子射，我只能往直射啊，很难射、啊。骑得不够快，哎，我不是要射他，那个我朋友，我干嘛跑去射他？啥了？呜呜呜！哇，好玩了、啊，好玩了、啊！为什么他骑那么快、啊？这个，我记得是要来停车场这里呀、啊。OK， 到了。喂。哦，来了来了来了！我有追着他。走走走走走走。喂，为什么有车不驾要骑脚车？他可以骑快一点吗？骑很慢啊！哦，来了。啊，我骑脚车的话，还有那个骑脚踏车的那个技术会升高。I ain't sure. Thought I might stay. Things are going to stay here. The last thing we need is your help. Ah, man, I won't let you down. I swear. Hey, we gonna call some hood rats and chill the hell out. You want some? I got a whole lot. 哇，后面那个，哇，高手那个。Hey, yo, just drop in. We all hang. 他们骑这辆 BMX 来的。Jill, and get yourself some colors, fool. 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Haircut. It's embarrassing to be seen with you.
我可以 save 我的那个什么在我的屋子 CJ house，然后可以储存我的交通在里面仓车库里面。我需要走去一个标记，然后可以进到我的家里面。OK，任务完成。所以我们先去保存先吧，保存很重要啊。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保存呢，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小小哥的磁片卡，真的哇，好怀念啊。OK，进去。那那那那那那，储存，看它储存是怎样的。哇，它的储存是这样子储存的。哦，储存我就满血了。OK，我们上楼去看看。哇，好久没有玩了。这个房间不是可以进的吗？不能啊。哇，这个什么玩意儿？我不能跳啊。可以也可以。相机。哦，拿到相机了。相机要怎么用？哦，可以拍照啊。来拍拍这只猫。等一下，退出一下，我走过去。OK，最好的位置。OK，拍这只小猫咪。OK，搞定了，哇，好笑啊！OK，那个衣库里面应该没有东西吧？有什么东西？我现在没有买衣服，没有买裤子，什么都没有。哎，我可以去掉一些东西了。我可以去掉衣服吗？可以哦，我可以去掉裤子吗？OK，就这样子，我不用穿衣。裤子呢？哎，裤子也可以哦。OK，我们就这样子玩游戏啦。鞋子是一定要的，鞋子。我们穿鞋子了，只是衣服跟裤子没有。哇，很好笑啊！哇，好帅啊！啥了？OK，我们是时候去破一点任务了。他的衣服应该没有防御力的吧？据我所知是没有啊。我们不要冲去保存那边，看有什么东西。哇，好多酒啊！孩子，你都不吃饭吗？吃这个什么 cereal？冰箱什么都没有了，哎，真的是家徒四壁啊，什么鬼都没有。电视机能开来看吗？我记得那个电视机以前可以玩那个什么迷你游戏啊，哎，可以哦，还可以玩哦。等一下，哦，我会玩了，我会玩了。哇，好怀念啊，很久没有玩了，哇、哦。其实还蛮无聊的。还蛮无聊的，可以退出吗？OK，退出。来，我们正式去破一点任务啦。没有玩了，很久没有玩了。我们破任务要来这里啊。Raider，我电话接电话。Hello，莫西莫西。嗯哼，Sweet, hey, what's up? 那解释什么东西？我可以 Chip 挂掉 and 电 Dave 话。around here. Grocery families ain't big no more. Seville Boulevard family, the Dibble Drive family are bigger Mm-hmm. and split with the growth. Now we're so busy centering Ballers and Virgos have taken over. So watch yourself out there. Yeah, I hear you. Thanks for the heads up. Don't mention. OK，就这样子，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鬼。你在干嘛？哇哇，好性感啊！哦，帅呀、啊，好性感啊！还给一个特写、啊，还在抽大麻，是很漂亮 ，shit is beautiful。我记得这个家伙最后好像背叛我们了。Show me how you drive on the East Coast, homie. 来啦，我们上车啦，要去哪里？哦，去理发店呢，Barber Shop。我记得在这里附近而已。哎，警察！哎呀，啊，糟糕了，要撞到警察一颗星啊！远离警察远一点就可以啦。这里，哎，等一下，加错了。我们永远在这里，笨蛋。Kick your ass！哎，不是到了吗？我不是要上车吗？哎，我不是到了那个 Bubble Shop 吗？为什么还要上车？那东西还没讲完呢、啊。哦，我要进圈！哇，真的是。OK，来这边剪头发了。来，我们来剪那个漂亮的发型吧。哇哦，我的屁屁好性感。来，老师傅。哎，它这个有图片呢，很不错啊。以前我们玩的版本是没有的嘞。我们来弄一个爆炸头吧。哇哦，超级帅！OK，哎，我还没按到，我按错了，糟糕，我按错了，还会自动走出去。哎，不要走出去！等一下，我还没有捡到我的爆炸头，我按错了嘞。等一下，回去，我要捡我的爆炸头啊！还可以哦，所以他是给你先看先你要剪什么头发，
什么发型啊，我是要剪这个的。可是我又想看这个 flat top 是什么来的，来我们看一下 flat top 啊。哎，不能哦，来看这个。哇哦，这个不好看，我们还是剪回爆大头吧。帅呆了，哇，超级帅啊。OK， 出去了，这么好的鸽子窝，嘿嘿的。哇哦，我的朋友会吓一大跳。You know something? I take it back. OB still got it cracking. Man, what's this? Shit look ridiculous. No respect for the hood. All clean and shit. Looking too skinny, CJ. I want you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要吃东西。Then I'm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OK, 我们要去吃一点东西啦。还有个红条可以给我看我的那个食物跟我的 energy。Energy 是那个什么体力啊，精力啊。所以我必须要吃食物来补充我的体力咯。OK， 来柜台。What would you like？ 吃什么东西？Salad， 吃一个最容易饱的吧。OK， 吃整片披萨。我记得吃太多会吐的。哎，什么事情？我拿枪出来了。Oh shit！ Give up the money！ 给我们钱。Rider, not this again。哦，原来他时常来抢劫的。I feel sorry for your dad. Shit, you crazy. Let's get up out of here. 他讲他杀了，疯了。Buster, straight buster. 哦喂喂，哇，手干喽！要死哦，他拿手干喽，跑喽，跑喽，上车。笑喂，他一枪我死了喽。走，你那个笑喂，跑去抢那个汉堡店、披萨店，给人家拿枪来指着我们。来了，我记得这边可以玩进去。这边是一个 shortcut 来的，知道吗？你看那个车烂了，加出去的时候美美啊，回来的时候烂了，沟里啊，还在冒烟啊，这车。拜拜，很好，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这个车很像24小时都在这里，我记得这里可以打篮球啊，哇，好怀念啊！怎样打？哎，篮球呢？篮球呢？篮球不见去哦。不见了，怎样打？小姐姐 ，Excuse me。哦，有小太车，来了，我们去做运动了，我们去健身房看了。你们这些肥宅们，整天只看我的影片，不做一点运动，我们去做一点运动了。我这个游戏，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想打人就打人，想杀人就杀人。OK， 我们到了，进去里面。好久没玩了，哇！以前要按那个速度很难按哦，尤其是这个跑步机。等一下，我们先挑战第四的吧。要怎么按？不要跟我讲要按左右左右哦，真的要按左右左右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哦，要转啊！哦，可以升那个等级哦。哦，跑不动了。哦，所以手机版的呢是要用来转的，不是用来按的。来，我们来再回来了，再来一次。所以你要转越快，它才能跑越快。哎，等一下，太强了，太大了，它不能了。来，我们来练一下，呼呼，打沙包，呼。来举重吧。这些训练呢，其实是有好有坏的。你训练越多的话呢，它打人的那个疼痛就会更痛了。哇，这个用来按了。呼。哎，来，我们来起一个。哎，我们来玩那个，我们一举就举80磅的吧，看他能举得起来没有。哎，可以哦，还蛮轻松一下的，还蛮轻松的。我还以为他举不起来。OK 啊，他已经超过上限了，他有规定说你一天能练多少，不能超过一个数目。我们还可以练那个拳击，跟那个老师练啊，不要练了，很累啊。今天运动结束啦，我们是时候回家睡搞搞具啦。还可以去披萨店那边吃东西。来，我们来上脚车。哎呦，还有纹身店呢，哇！来，我们去纹身店纹一下一些纹身，小孩子不要学哦，乖孩子不要学哦。纹身店在理发店隔壁而已哦。OK， 下车。哇，哇，好性感啊！他还可以给你选要纹哪里、啊，纹后面吧，背后。来看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好看的。这个纹了会怎样？哇，不够钱哦，我需要一点钱呐、啊！
很好，我先去赚钱先，我会回来再找你的，老媳妇。OK, so 今天的影片先暂时拍到这里啦，如果你们还想继续看下去的话就 like 跟切咯，因为我需要一点时间去筹一点钱啊，我剩下77块而已啊，所以我没有实况的时间的话我都应该都是在打抢啊，再抢一点钱啊，没有钱的生活真的很痛苦啊，做什么都不能啊。OK, 就是这样子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